大家好，我是妮人。今天啊，场景很不一样，今天不是钓虾啊，今天我们有请到一位很厉害的哦，台湾第一名呢，第一名哎，有无？有请他来准备我们的虾料，来有请我们的生生，好辣哦！那辣椒也是看个人的，对，看个人。然后这个是九层塔，灵魂人物。九层塔，我们家太少了，因为我们家是我们自己种的，所以我们家只有这样。我们阳台的小花园有。然后葱段，葱段，对。然后虾子大约有一斤半，一斤半，二十只。然后一样，葱末。盐巴，糖是糖，对，糖。然后酱油，橄榄油，水 ，water。你好矫情的，蚝油，好不能，你一定要加的是。三杯虾的灵魂难度就是好。不是三八虾。三杯虾。黑麻油为什么还要加？三杯的灵魂人物有三个，一个是油，一个是酱油，一个是麻油。它的比例是三油。三油跟七个油的比例很不足。好，这个放姜片。姜片炒熟哦，就是，这次是先放姜片，还是放蒜头？不是，先把姜片煸干。煸干。把它煸至干。它煸干完之后，我们再加一点黑麻油。哦，不是说加黑麻油煸干掉？因为黑麻油如果它用太久的话，会变苦。哦。对。所以黑麻油可以后面再加。让它有个香气一样。然后姜饼干会是怎样？是会干干的啊。这不是会发吗？会发。你不是在讲会发吗？你要学。来，那个香气有点出来。我切比较薄。切比较薄，但是饼干比较快。煸干了嘛，加蒜头，加蒜头，还是比较客气，全部都蒜头加去，辣椒看个人，蒜头再辣椒，对，炒一下，会辣，再加一点火关小一点，再加麻油，加麻油，因为火太大的话麻油可能会糊掉，对，先让它降温一下。你看这边干了，你看金黄色就是边干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是它会边的，就是稍微可以了，然后麻油一点点。哦，好香啊，麻油味出来了。这个我真的闻到会饿了。麻油，一样是少许的麻油。哇，太刺鼻了吧！加我们的灵魂人物虾子，又是灵魂人物了。对啊，我们
三杯虾呢。虾。如果是三杯鸡的话，灵魂人物当然就换人啦、啊，就换鸡啦。但是鸡还要养啊，第二还没去养，所以没办法。看我哪天可不可以钓鸡啊？把它放大，我看你哪天可以从钓虾池里面钓到鸡，一只鸡这样。那很。把它炒到红变红色。嗯。那妈有香的，这时候有一碗饭，哇！哎，你可以吃到丢米饭。都吞口水了。吃多一点，所以我们会加比较多的东西。酱的部分会加比较多一点。对。宁愿吃重咸。水会加多一点。让它底下没有它的。我的寿喜。让它先去滚一下。我先拿个盖子。滚动一下，快速动了吧？啊，对，这一定要米酒，一定要米酒啊！这刚刚就应该加了，这包我想到十个，这样就够了。第一次闻到米酒味那么重，一点点就够了。没中啊！哦，香的，哦，收汁。哎、欸，不能收，你那个汁要留一点。要给它滚一下，让它进去一些。进去哪里？进去虾肉里面。我要进去哪里？哦、对，葱段先丢，尤其是白葱段的地方。哦，白葱段先丢。因为白葱段比较难熟，收收一下下就可以。我觉得你不想要收太多。来喽，金黄色，漂亮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哎、欸，你这样子会不会太难收？金黄色，漂亮。再加点金黄色，就成它拌一拌。你可以留一点九层塔吗？好。一个哥的，三杯，行，完成。干杯虾完成。这个好像没有用到盐巴哦，因为我们酱油加多，这样就不用用到盐巴了。好，完成了，现在可以了。辣度刚好，香度刚好。